女的怎么还不下来？隔空叫上他们。怎么回事？章鱼哥、小鱼哥出发了，再不出发一人扣5000。啊，他们下来了。我们等一下就开始，其他都往里面。阿恒，为什么最后一个？因为他严格。你有什么不一样？来，我看你今天的装扮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这么慢？没有不一样。他有阿阳头秃烦恼。完了，一般集团家的女儿都在怎么称呼啊？那个什么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广州富婆。人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哪里小姐？我已经无力反抗。许千金，今天最后小都大家叫他千金啊。是加盟的，不是，而且这个饭店不是我家的。25号酒店。听到了吗？就是他在我们许同仁一出去走遍，然后其他店都是加盟的。那以后他就那个了，有梗了，对吧？对啊对啊。许千金，许千金，人家以为他走遍。怎么想让我想千金的？玩手机的时候那个手型看到了吗？真的，我不用回头我就知道娘娘了。娘娘了，你有小拇指折弯不了啊？你收起来呀、啊、收不起来啊，去呀，往里收收去。你看我小拇指可以自己动，你能吗？不能。哎哎，我也可以动啊。你那不好意思破梗了。不是，你那个手不能动，你是这个手不能动，你只能开花。看你这一手，看这个手能不能？哎，这个手更不行，对吧？是有这个经典在一起的，对，又精金美人。就是你的个人，不能弯，我可以弯。我也可以啊，了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兰花，对对，看。兰花，我也可以啊。我可以，如来神掌，你非了我不可是吧？如来神掌。就是来广州的人一定要来这里。哦，在前面那边有个长隆野生动物园，然后这边是欢乐世界，那边还可以看马戏什么的。我们先进去吧，我们去买票吧。走吧。I know that I need you now. The key that I won't forget, but you're lost in Paris.那我们已经进到长隆里面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欢乐小镇的门口。我们刚才玩过了整个园区，然后我们就选好了自己最想玩的项目，然后最想吃的东西和最想逛的商店。进来了，可是我们身上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等，而且想让我自己掏钱。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好，我觉得哇，太复古了。哎，这是每个人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吗？他上个人是一样的，他上面写名字了。不会有人就10块，有人有300吗？肯定不一样，来不一样，我知道。发，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3，难道我是最多的？我是吗？好，咱我们先不公布钱的数目啊。真的不一样。但是你们先不要以为这个钱就都可以用来吃东西。然后第一个游戏环节来了。游戏环节。200元资金，在游玩长隆的过程中，为妈妈挑选一个妇女节礼物，由我们在节目时为你们寄出。好耶，谢谢你们。但是我们的寄送礼金是不止200元，然后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给妈妈买赠礼物，然后也可以给粉丝买一个小礼物，然后另外剩下的钱拿给粉丝。没事，粉丝就是我的妈妈。对，所以你们可以必须都买礼物，也可以都吃掉买。不用算，我会精确计算的。好的，精确计算。那我们去买，那我们先去逛那个超市吧，不是商店吧？哎，十块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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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寻找不如偶遇，找到了。冻掉，冻掉！发现有人跟踪我，他跟踪我，冻掉，冻掉！回来了，你的小宝贝来迎接你。对，喵，干嘛？是不是饿了？你看，咪咪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嗯。馒头警告。馒头警告。你有没有乖乖看家？这个不是鹅，我觉得很适合我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背了个宝宝，我是一只大猫，我背了一个小老虎，你很可爱哎，但是会不会？可爱饰品的时候呢，我只想着一个人时尚，一个人时尚。哎呀，太难选了。还是衣服，还是玩偶，还是泡泡机，还是钥匙圈，还是戒指，还是帽子。你想要帽子 ？OK OK， 来 ，OK。我妈想要漂亮的帽子。我觉得那个是啥？妈不是母老虎吗？怎么这样？怎么讲？没有没有，我妈妈是美丽的小老虎。本来是个白老虎吧，很精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确实。但我妈妈这样子穿出去有点不太适合她，会被。你妈妈戴这个帽子在你们家的饭店里这样横着走，没有人客人敢投诉她，会不会被送去精神病院拿回来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要不给我妈买一个这个，买一个这个。妈，我你说我妈会不会揍死我？这是老虎吗？老虎的爪。OK， 买了一套。我买了一个东北虎套装给我妈。你说我妈会喜欢吗？就女人嘛，都是老虎。你是老虎。